岁百岁了，哇耶、来来唱一首歌请发言，你将来的打算是什么？漂亮老婆90后，生漂亮孩子00后吧，90后吧，培养培养后代，都是我的。刚才在教育小孩，现在一会儿人家要培养后代。他的蛋糕不小啊，你看的一岁了，一岁了，长了，不客气。